大连主流哪儿需要郭德纲出场，一群孙子们就够了。赵云霞儿子展示什么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儿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卤鸭、酱鸡腊肉、松花小肚、两肉香肠、什锦酥排、熏鸡白肚、清蒸八宝猪、酱米让鸭子、罐儿鸡、罐儿鹌鹑、卤石角、卤子鹅、卤虾尾、虾肠、虾仁、山鸡兔脯、彩蒙银鱼、清蒸哈马。张麦在话都没说利索的时候，就能把绕口令完整的背下来。八北边，边北北坡，跑边边，排北边跑，跑边怕白边边碰，包边边怕碰跑边跑。人哥的主板基因已经完美的遗传给了醒子。副总的闺女说话都自带包袱。赵宇活九岁了没洗过脸，真假的？操他爸淹死了，多脏啊！他拿湿毛巾擦一下就是。张鹤伦的儿子是说相声的好苗子，不去德云社绝对是一大损失。他们要是掉河里了，这葡萄跟这面包，你选择吃哪个？我吃席。你就不想想怎么救爸爸吗？我到时候就给你烧纸。从来在舞台上没吃过亏的捧哏，这么两句话，郎和言就进入儿子的圈套。哎爸，您觉得我像您吗？多新鲜呀，不定我像人。那您像我爷爷吗？多新鲜呀，我不像他，我像人。那您觉得我像你爸吗？越录越戏精附体，轻松拿捏女儿奴的老父亲。比如说他现在练那个大提琴，他就是不练，我一生气他就会撒娇，他那个词儿，我的妈呀，他就很正经，你知道吧？爸爸你知道吗，你出门我有多想你，你知道吗？爸爸就过来把我抱住了。他那个表演完全负分，但是你怎么办？你将来有一天你肯定会到那个年龄，撒娇没有用的年龄。他说爸爸你在，我就会用这个方法。我说管用吗？他说管用啊。我高老板的女儿口条太利索了。毛就认真的教，安迪敷衍的学，但是韵味还是非常到位的。当个啷个当个哩个当，浪雨浪雨，起风起风，不可停不可停，炸分炸分，离土最伤情，最伤情。